过去也想要读大学啊，真正是机会较少，因为这人口的这录取的比率真低哦。啊，不过即马哦，啊，一寡阿公阿妈呐，想要来读大学啊，机会讲是愈来愈多，因为这教育部要来开办一个计划，讲一年会当提供将近这2600的这免费名额，予老大人买当去读看卖啊。啊，即马有哪有真侪大学试要来抢办？老大人是真欢喜，因为伊一世人拢无想过，讲竟然有机会使体验大学生活。伫大学内底，想要安怎食会健康、情绪管理、练身体，遮侪真实用的课程，互老大人拢变少年咯。老人若讲年岁侪无行出来吼，住厝里吼，乌白死吼，定定困，就是对老人的身体愈歹。这几年教育部举办大学老人短期学习计划五天四夜大学体验课程，予参加过的老大人拢感觉真无够气。为今年开始，这个计划改名做乐林大学，体验嘛变成18礼拜，每一个礼拜安排教职课完全免费。在这18周里面哈，有一些是集中上课啊，有一些去体验啊，有一些去参观旅游啊。朝向自主学习呢，我们是免费哈，就是教育部全额补助。只要满55岁无限学历，阿公阿妈拢会使向全国56间大学来报名。今年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大学拢有来争取试办的机会。看好老人教育的市场有愈来愈侪大学嘛积极来经营，希望为少子化学生的减少找出另外一个出路。记者陈淑君、裴耀祖台北报道。